这是晚霞满天呢。明天星期一估计要热。左西右东上北下南，这是我们住的房子。上面二楼是有天台，下面是车库，这是 condo。不一样啊，这是在 Uni City， 环境还是不错啊。树是有红、有绿、有红、有黄，欣赏一下晚霞吧，晚霞满天。